好珍惜每一次可以在台上唱歌，雖然今天的狀態不太好，但希望可以用我的 energy 去搭救。多謝你們，下一場我會唱好一點，很多謝你。這首歌很想送給你們，多謝你們一直以來陪伴著我。
2024年大家身体健康，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新年快乐。虽然很不幸地在2024年很快地就少少的不舒服，但我今天都会尽我的能力，希望可以有个好的表演给大家的。加油加油加油。刚才唱了起跑啦，
選分手呢兩首歌咧，都係我覺得自己一啲輕快嘅歌係比較中意嘅，咁啊亦都係啲好正能量嘅一啲 message 啦。咁跟住落嚟以下呢一串歌咧，其實係自己有份去參與過啦，或者係唱過嘅一啲主題曲嚟嘅。咁其實咁啱咧，2024年1月1日咧，自己都有個新劇出喎，大家有冇留意啊？冇啊！跟住我介紹翻俾你哋聽，就旁觀者啦，冇錯，係啦。咁有周柏豪啦，有黃敏瑩啦，有吳若希啦，亦都有我嘅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而家仲係播緊嘅，大家喺網上如果cap 咗任何圖都可以 at 翻我嘅，我會去 like 你哋啲相。咁所以以下落嚟咧，就要飲多啖水先。呢個飲多兩啖好。以下落嚟就送俾大家呢一啲嘅劇歌，希望你哋有聽過亦都中。邊邊大聲啲，又去邊邊先好唔好啊？
大家覺得怎樣？你好靚啊！好正啊！Thank you.
Thank you.
有冇聽過呢首歌？叫咩名啊？知唔知？哈密士奶。真係叻啊！係啊！咦，好似仲可以投票喎，大家投咗啦！繼續投我一票喎！呢首歌好似係入咗最後十強噶，喺兩千星輝。還可以嗎？可以，加油！可以。咩？我件衫同你好襯。咦，係喎。咦，你都有啲閃閃嘅喎。你都諗住登台係嘛？你諗住上嚟唱幾句？諗住上嚟一齊唱。好啊，下次啊。下一場啊，下一場。下一場我又嚟啫。係咩？好啊，下一場你又嚟。你記住要著翻咁閃喎。一定要啦。好啊，好啊。首先啊，唱咗好多嘅劇歌啦。第一首是過路人，我剛才聽到大家都很大反應，大家是不是都有聽過過路人這首歌？全部過路人，知不知道是哪套劇啊？咦，就不知道，不要緊，叫做性感中環，上網可以看回的，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。那自己很開心，除了唱歌之外，有很多機會拍劇。咁但係無論我拍，即係無論係拍劇啊、做主持啊、做所有唔同嘢都好啦，我永遠都唔會忘記自己嘅初心，其實都係最中意唱歌嘅。咁所以都好開心，今日可以唱歌俾大家聽，雖然把聲沙咗少少。多謝。好聽。係啦，咁啊，以下落嚟咧，就揀咗一啲歌咧，係人哋嘅歌嚟嘅。咁但係點解我會唱咧？呢一首歌咧？我收到好多好多好多嘅私信啦，飲水啊！收到好多好多嘅私信，就好想我唱一個係自己嘅版本嘅，因為之前係同其中一個女歌手喺網上邊。有大家都好俾面咁樣又去點擊嘅，唔知道大家估唔估？零分，零分，送俾你哋。我終於可以睇到後面嘅朋友啦，佢燈好勁。
生嘅朋友聽，你哋呢一場先有嘅。咁跟住亦都再揀咗兩首我自己好中意嘅歌，係一首係我嘅偶像啦，佢嘅原唱啦，一首係佢翻唱，但我覺得兩首歌係要擺埋一齊嚟聽，因為我覺得人越大，你會發覺好多時你經歷咗好多好多嘅嘢啦，無論係開心唔開心啦。才會去承受今天的自己，所以人大了你才會很多事你會開始明白有些事是需要去經歷的，所以我就選了這兩首歌在這裡跟大家分享。我無都是這樣長大的，
情难以缩短，你见终点。
所以首先我要問一問啲問題先，想問下呢度而家有冇人係拍住 call 嚟嘅？咁都有啊！咦，咁你隔離嗰位男性你另一半啊？唔係呢個。啊，男女都冇錯啦。有冇人係啱啱失戀㗎？都唔少啦。我想問有冇人？試過單戀啊？都唔少啊。好，咁有啲廿分鐘，等我帶你去愛情嘅唔同嘅境界咯，送俾你。Thank you.
别逃亡，半途前不跟随。如果
Thank you.
呢首。點啊？呢個愛情世界，大家覺得如何？點啊？正唔正啊？正。其實咧，我希望透過呢幾首歌啦，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可以令到大家記得翻。即係雖然我而家個身份唔同咗啦，大家好似看似好似幾開心咁樣，但係其實咧，我喺咁多年嚟，我亦都受過無數嘅殘傷，先至會有呢一啲嘅歌曲。所以我都希望，無論你係喺愛情路上嘅開心與唔開心，我嘅歌以後都可以繼續陪伴住你哋。大家可以按下嚟睇下。咁啊，亞娜呢一啲歌咧，我覺得對我嚟講都好有意義嘅，因為喺我嘅歌唱事業入邊咧，其實每一首歌咧係記錄咗唔同嘅階段，咁所以。以後來呢三首咧，其實每一首咧都係記錄咗唔同嘅時期嘅領先人。咁以後來呢一首歌咧，送俾你哋大了一歲。哦，知噶。Thank you.
陪着我静听歌，看星星亮处渐渐繁华。时光总不留人，难得过去幸运。明日如何地变，仍是努力去捉紧回忆彼此同行。I could be without you.
節啦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大力咁樣拍手，好唔好啊？好。係啦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就要多謝全城主辦無限演出。跟住就係主辦單位樂界文化管理有限公司。傳媒，跟住承辦單位星姐院演出有限公司，經理人公司眾星堂娛樂有限公司，樂星時支持單位八八本星級形象店，跟住支持單位樂營形象文化，多謝多謝。法律顧問廣東達方律師事務所，票務單位大麥網和美團貓眼，好，跟住就是我們要給一些掌聲，今晚彈得這麼落力的我們的 band， 好啦，自己介紹先，有鼓手熱烈啲啦！好爽喎！我見到大家成日喺度問我，有留意我有鋪鋪翻嘅，我今次我會鋪翻嘅。咁啊，大家記住要揾位啦嚇，揾位啊！我今日咪遮住。咦？抹低抹唔抹低㗎？抹低啦！好，大家準備好未？揾個靚位先。遮住。好，嗱，我數1、2、3啊，1、2、3。聽唔到。使唔使嚟得聽？冇人聽到你嗌嘅喎，我要幫你嗌喎。好，1、2、3。好呀！未夠啊！我好耐都冇，好似好耐冇喺佛山表演。我有啊，佛山啊，準得啊！但系我想讲呢个台咧，都系我喺差唔多10年前又系嚟过噶。好多回忆啊！头先喺走廊度喺度谂起，哇，今日10年啦。好，咁啊。我咁快就嚟到最后一首歌了喎！呢首歌咧，对于我嚟讲，我觉得是一个事业上的转捩点嚟，我亦都好感恩写俾我呢一首歌嘅师兄。当年我就喺呢个台度做佢嘅演唱会嘉宾，系周柏豪嘅演唱会。咁样大家到此为止。一起唱，不如你唱先啦。
我怕午睡，仍然自己已再没有权利再吐怨一句。我再没勇气跟你讲旧事，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，问你将睡眠忘记，通宵倾谈但已经变成往事，还是记起无道理的对骂，是年纪小的不知。今天你能忘记，只得我怀念多么讽刺。
時真係好多嘢係自己控制唔到，即係我好珍惜每一次可以喺台上面唱歌。雖然今日嘅狀態唔係咁好，但我希望可以用我嘅 energy 去搭救。多謝你哋，第一場我會唱好啲嘅。好，真係你哋。睇醫生啊！睇醫生，睇咗啦。好啊，咁啊，嚟到最後一首歌，呢一首歌。好想送俾你哋，多謝你哋
一直以嚟陪伴住我，朝我哋嘅作戏。Oh,